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高雄凤山文衡殿，在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办各项祈福活动，其中最吸引信众翘首期盼的重头戏，就是执三圣脚迎金关帝回家过新年。没有，等功德无量，感恩。在文衡殿董事长钱君浩向神明虔诚顶礼后，顺利执出圣脚，完成开杯仪式。OK， 好，王冠。即阮咧一年一度吼，金关帝吼博金关帝活动吼，每年拢有。啊，今年吼，拄啊拄着青龙年吼，啊，今仔个拄啊开春吼，今仔来博这个金关帝的人吼，会大吉大利啦吼。今年博拢会足顺利。安尼吼，即摆金啊起价，博阮这個金关帝吼，啊唔免现原的，嘛是照往年安尼吼，天气的200块博着只吼，即摆经起价吼8000外嘛吼，之前啊6000块，即摆起价8000外。但是我拢是照安尼，吼，即主要就是要大家来博，吼，求这个人气，吼，大家会当顺利，会当平安，啊，欢迎大家吼来这博这个金关帝，吼，大家会当平安顺利。迈入第六年的执脚祈愿活动，在今年龙年更是特别寓意吉祥。庙方鼓励民众来趟走春祈福，顺便试一试与神明的机缘，或许有机会迎接这尊重达2两、价值20多万元的黄金关圣帝君。啊，阮博金关帝的日子是农历每一年的12月25到农历过年的正月13，这是初赛。初赛是博有3杯神杯，甲进入决赛。啊，决赛时间是伫农历正月15上午8点报到，9点开始，9点半正式博决赛哦，第一名哦，就是金关帝。但是要抱回黄金关帝爷也不简单，首先必须在初赛时连续掷出3次圣脚，才能够晋级参加元宵节当天的决赛。再依照掷出圣脚多寡，分别获得金关帝、金项链等奖品。如果没有掷出圣脚也没关系，庙方也准备有各项结缘品让信众带回家。而初赛才刚开始，就吸引了许多人想拼一下手气，还有阿公抱着孙子开心的一同体验。带孙子过来了，嘿嘿，那很高兴啊。也没有什么愿望，就是大家家庭里面身体健康就好了啦。每年都有来，但是就只有今年有来保贝，对，因为想说没有试过，所以来试看看。就过年之前要再试看看，没有请回去，有就是保佑我赚大钱这样子。凤山文衡殿每年在农历年前所举办的执脚博金关帝活动，都会吸引上千人报名参加。庙方欢迎更多民众到庙里来走春，一起迎接龙年的到来，为自己和家人增添更多喜气、人气和财气。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。